所有的胆骨只有是叫的这个绿胆，是，但是绿胆也是兼微胆之属，叫绿胆。后来不是赵子阳等人，对这个绿胆这么样叫的，说先把前骨为定基，吃它五度月来烹。那前骨的就在人身来说是前在上，就是人的上胆天；口在下，就是人的下胆天。上胆下为定，而下胆下为龙。定里边，那做饭来说可以添凉添水；炉底下可以燃火。在练的来说，水和凉就是月火；在做饭来说，水和凉就是饭的元火。在练的来说，水和凉就是胆的月火，煮成的饭就是炼成的胆。那人是这么讲的，月火是谁的呢？人是月火。在上丹田就是人的元神和元气，而下丹田就是元精。元神和元气搁在地炉里边，怎么办呢？用火再燃烧起来，那就不就就结成丹了。这个丹在什么地方结的呢？就在上丹田。在人身的具体地方就是泥丸骨，泥丸骨就现在来说就是大脑，大脑部分。大脑最后就成了人的大脑，即是丹，丹就是大脑，人身也就是一个丹，丹也就是人身。人生与胆在一体，但胆与道是一体，道与天地是一体，与自然是一体。那么为什么说炼成胆以后会长生救世的呢？天地多长，它就多长。道与是永恒的，那么胆也是永恒的。在暂时下来说，人生得到道，成了胆，也可以血病延年，可以长生无极。这是天现在讲，就再生地讲来说，道是神万物的。那么炼成胆以后与刀火争了，那是千变万化的。是现在气功界就发现说是人有特异功能，但这个特异功能叫的局限性。那在道教胆骨来讲是叫就流通啊，关于天眼通、天耳通、虚实通、天性通，那就无所不通了。过去的、未来的、现在的，它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晓。与天地万物的变化规律，它都掌握。所以道可以知道一切，应变一切。人练到胆以后与道活着呢，人也可以知道一切。所以这个道就练胆就这么等规矩。